你好，各位，我是 Miss Green， 这是我的实况，是 The Sandman。那独角兽，你要一直拿着那颗宝石吗？哎，不，我只想看你而已，已经好了。你想要的话，可以还给你，你要吗？要回石头，那么我就要回来了，因为是我做的宝石呢。好的，给你，绝对不要让它掉到地上摔破，好好珍惜哦。虽然杀人长得很丑，但他本质是好人哟，跟大头镇的杀人简直天壤之别。好哦，苏菲，你到这里来了呢。摇篮曲，杀人也是为失眠所苦呢。是啊，他太认真了，不知道怎么放松自己，因此变得焦虑，才会造成现在的状况。怎么这么任性啊？明明很多人为失眠所苦，自己不忍耐的话，就别做这种事啊！即使是我，也拼命忍耐，睡不着。尽管如此，还是一直努力着。杀人太狡猾了。这些话你应该对他说，而不是我。我绝对会阻止杀人。我的杀人自私，就让人类永远沉睡什么的，那事情我不允许。按照你所希望的去做吧。杀人在哪里？刚才看到他走在长走廊上，你去看看吧。我觉得自己的苏菲有那么一点愤世嫉俗的感觉。亲爱的格兰德勒小姐，你感觉还好吗？看来我们之间似乎产生了许多误解，着实令人哀伤的，没能互相理解对方的样子。为了你，我准备了一种特别的沉睡之沙，使用此沙，你一定能安稳的睡着。我在城堡的顶楼等你，希望你不会逃跑。楼梯非常老旧了，有很多破洞，请不要让自己受伤了。注意狡辩，杀人。算要让我睡着呢，很好，我绝对要阻止你。这里的苏菲是不是坏掉了？超莫名哎！杀人！你一直睡不着，很辛苦吧？我明白的，因为我一直睡不着。其实我也真的很想睡觉。忘了所有讨厌的事，睡上一觉该有多好。但是我不要永远的沉睡下去，那样太自私了。我不会再让你为所欲为。我还不能睡，直到成功阻止你之前，绝对不睡。嘿，杀人！苏菲，你杀人了吗？嗯，妖精死去是经常有的事。每当孩子们说妖精不存在的时候，他们就会一个个的死去。我必须要回去。摇篮曲，带我回去人类的世界。再见了，苏菲。我们不会再见面了。回来了吗？我奈起来，
快起来听我说。起来，起来啊！为什么大家都没有醒过来？喂，起来！大卫，起来！求求你，快起来！大家都没醒来，只有我，只有我还是醒着的。我不要这样。没有人醒来，永不天明之夜。我睡不了，是唯一一个在这个世界醒着的人。我现在想起了小时候，夜晚度过辗转难眠的恐惧。是不是有人躲在我的床底下，或是衣橱里，想着那样的恐惧？我闭上双眼，试图入睡，却睡不着，总感觉黑暗中的视野有东西在蠢动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都要睁着一只眼睛。有人在那里吗？苏菲，你让杀人睡着了吗？我下不了手。杀人为人类一直在忍耐，他只是想睡觉。但是之后该怎么办，苏菲？我们不知道杀人会睡到什么时候哦。他至今为止已经好几百年都是醒着的。要毁人类的世界吗，苏菲？我不要，反正回去也改变不了什么。每一天，每一天，就只是忍耐着失眠。没错，我不想再回去那种世界了。不管是爸爸、安还是瑞根，我都讨厌。我不想见到他们。那么，该怎么做？我要留在这边的世界，跟你永远在一起。我不是大卫哦。没关系，因为即使回去人类的世界，大卫也……如果你要在这个世界生活，你就不再是人类了，这样也没关系吗？我不要当人类了。好可怜，你讨厌人类了。杀人听到的话，肯定会很难过。好了，别再哭了，苏菲。我能让你在这个世界生活，你马上就会死去。或许比起一直忍耐着讨厌的事，到现在还要好吧。你会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对吧？我不会消失哦。如果你睡着的话，我就会消失。不过你已经睡不着了。虽然这样结束很令人难过，
不过因为是你所希望的，我只能实现。再见了，苏菲。喂，等一下，你这调皮捣蛋的嘛！真是的，吵死我！好不容易心情爽快的在唱歌，到底怎么了？那个混蛋往老夫的床上倒满了兔子大便，臭死人了！真的是调皮的家伙。嗯，好臭！别靠近我，味道都飘过来了。啊，很好，牙仙那家伙已经不会再进来了。一想到他吃惊的表情，从今以后该叫他变变仙了啦。奇怪，那不是叫安曲吗？你在这种地方做什么？啊，独角兽，今天又很干净的在恶作剧吗？哎呦，就你闲到不行，人类睡觉的期间都没有办法工作了。那好，这次来找杀人恶作剧。最近的脚看起来也很闲，肯定会失误大意。你还是去找别人比较好吧。杀人的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进去的。什么？那奇怪的房子，今天我倒要潜进他的家。拜拜，姚安琪。虽然不太明白，总觉得他看起来好快乐呢。妖精们无论和什么时候看起来都很快乐，真好。你不那样认为吗？苏菲。